是一种内容，要你思考是横竖斜三竖之和相等，也就是要你完成这个表格，使得它们横竖斜三竖之和啊。那么你们想一下，这道题难就难在哪里？和对，和不知道。那么咱怎么来下手呢？来，仔细观察。实际上这道题咱就只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，就找到它的公共的数，公用的数。仔细观察，这一个方框里的数，这一个方框里的数，你看斜着是不是也有它？横着是不是还有它？那竖着是不是还有它？接下来咱就来看了，这一个四和五相加是等于多少？有，已经有九了吧？那么九加上这一个数，接下来咱再看到这里横着来，那么这个一加上这个数是不是也要等于九？对，一加多少？八。一加八，这里完成了。那么这里多少加七？等于九。二。这里也完成了。接下来就简单了。咱这一斜的咱不就知道了吗？这斜的相加等于多少？五。啊，等于五吗？十五。对，等于十五。十五的话，接下来这一竖不就出来了吗？也就是说三竖之和要等于十五，所以这一竖二加七等于九，那么九加多少？对，六。那么这个六出来了，一加五等于六，六加多少等于十五？那么这里呢？七加五等于十二，十二。三。是不是一下出来了？